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09面，我们看庚六的如来垂答。那么见报答品主要的因缘，就是佛陀讲完法师品的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个宝塔从地涌出，住在空中。那么宝塔本身呢，它所代表的含义啊，它是两层含义，它同时是成佛的因，也同时是成佛的果。这就是《法华经》一佛乘思想的特别的地方，它因果是一致的啊。那么它因地呢，就是表显的是清净心菩提眼，就是这个塔的门没有开之前呢、那就是因地，但是佛像已经在里面了。那么开塔开了以后，开塔见佛，就全显的是一佛乘之果了，那就不是清净心菩提眼而已了，那叫清净法身了。其实清净法身就在你在理观的时候，它已经成就了，只是没有显现出来啊。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是一个无价宝珠，是清净的宝珠，但是你不断的用宝珠跟因缘法互动的时候，哎，这个宝珠中间开始做出一个佛像啊，慢慢，最后佛像放大光明啊。所以诸位，我们在内观的时候，其实一佛乘的因果就它同时的，像莲花一样啊，你的菩提的幼苗已经成就了啊，所以他要证明这件事情啊，就是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啊，这种不思议境啊。那么他出现以后，又讲出音声来赞叹啊释迦牟尼佛的妙法，那所以就引起了大药说菩萨的疑问啊。那么佛陀就三答，我们看第一个回答，新一的超达何故涌出，看经文。尔时佛告大乐说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民宝境，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那么这段叫超答，就他提问题的时候是一二三啊，那么佛陀回答，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啊，就何故涌出啊，这个宝塔为什么出现呢，它的目的何在，是超答，就是超越第一个，先回答第二个啊。尔时佛告大药说菩萨，在宝塔当中有什么呢，有多宝如来的前身舍利。一般的佛陀灭度以后啊，他是用三昧火把它烧掉，它是碎骨的啊，像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舍利子是碎骨的，是一块一块的啊。但是他呢没有烧，他没有用三昧真火把它烧掉，他是整个身体都保持一个完整的肉身的舍利啊，前身舍利啊。这个舍利是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这么多的距离，它有一个国土。它的名称叫宝境，因为它的依报国土有很多很多清净庄严的七宝啊，包括大地啊、宝树、楼阁，都是七宝所称，都叫宝境。那么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啊，这尊佛啊，身相光明庄严，犹如珍宝。那么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发了一个愿啊，所以所有的一佛乘的因，他绝对不是清净心，他一定要发菩提愿，因为他空观，接下来一定修假观。他发什么愿呢，这个愿很特别啊，说我成为应化身以后，最后八相成道结束以后灭度了，灭度以后并没有消失掉，我将于十方国土中啊，凡是有佛陀啊，其他的法师不算，有佛陀说法华经，我的塔庙呢为听是经故，一定涌现其前，干什么呢，为作证明，而且赞言善哉。所以他过去发这个愿，就是说我不但是教化当下的一期的众生，度化以后还没了，我往生以后啊，还会变现一个宝塔，然后呢到十方世界有佛陀说法华经的地方
我涌现财期间做两件事，第一个证明，第二个赞叹，啊，就这个目的而出现的啊的过地的愿力。看新乐的追答何因有他啊，这个追就是前面回答第二个问题，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以什么因缘而有此宝塔啊？看经文，彼佛成道已，临灭度时，与天人大众中告诸比丘：我灭度后，与供养我全身者，应起一大塔。那么这个塔是怎么出现呢？就是这个多宝佛他一起教化以后啊，正常情况是应该入灭了，入灭以后用三昧真火把身体烧掉啊，但是他没有烧掉，他临终之前呢，告诉天人大众还有四众的弟子，他说：我灭度以后啊，你们不要把我的身体烧掉，让我身体保持原状，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应起一大的宝塔，那把我的全身舍利放在宝塔当中，剩下的我就自己会处理了啊，就是佛陀当时临终的时候的教示，佛陀的教诲啊。好，我们看第三个，正达何故发音？看经文，其佛以神通愿力，十方世界在在处处，若有说法华经者，彼至宝塔皆涌出其前，全身在于塔中，赞言善哉善哉。大乐说：今多宝如来塔闻说法华经故，从地涌出，赞言善哉善哉。那么多宝佛他在临终的时候呢，以神通的示现力，在十方世界啊，在在处处，只要有佛陀说法华经啊，那么多宝他就会从地涌出，住在空中啊。那么这当中有他前身的舍利子在他的塔中，而且他一定会发出音声来善哉善哉啊，来赞叹一佛乘的真实啊。大要说：此多宝如来塔闻说法华经故，从地涌出，赞言善哉善哉啊。他出现的，他为什么出生呢？就是要赞叹啊，为了赞叹，所以他整个目的就是两件事：作证跟赞叹啊。好，我们看极恶的名分身眼疾，这个地方有分身，这个地方指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开始要集合，要准备开塔了啊。这有七段，看更一的要说请见，看经文。是时，大乐说菩萨以如来神力故，白佛言：世尊，我等愿欲见此佛身。是时。那么佛陀回答三个问题以后啊，大要说菩萨接着就请问了，说、啊、说这个以如来神力故，他为什么能够问呢？开机显本，那是佛的境界，那是你要显现法身了 啊。那么他为什么能够问？那当然是佛陀的加持啊，甚至释迦牟尼佛的加持，说：世尊，我等大众啊，希望能够见此多宝佛的前身舍利。其实见前身舍利，藕益大师说就是要请见多宝佛的法身了 啊。这个是代他的表法，就是法身了 啊。就准备要开机显本了啊。我们看根二的应急分身啊，看经文。佛告大乐说：菩萨摩诃萨，是多宝佛有深重愿，若我宝塔唯听法华经故，出于诸佛前时，须有欲以我身示四众者，彼佛分身诸佛，在于十方世界说法，尽还击一处，然后我身乃出现耳。大乐说：我分身诸佛在于十方世界说法者，今应当即。那么佛告大要说菩萨摩诃萨，这个多宝佛啊，他过去曾经发一个愿，他又发了一个愿，他不但出现还发了愿，他发了另外一个愿，说我的宝塔为了听法华经故，出现在诸佛前面的时候啊，如果这个四众弟子希望能够见到我的前身舍利，希望能够把这个塔打开来，那么有个条件，就是彼佛分身诸佛，就这个说法者，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他在十方世界所有的分身，所有的应身都必须要集合在一起，就把所有的释迦牟尼佛所有应身佛、啊、都把他召集到娑婆世界，然后呢
我的全身舍利才可以现前的。啊，所以既然大药说菩萨这么祈请希望见这个多宝佛的全身舍利，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就说，我的在十方世界的分身诸佛，现在应该把它重新集合起来。啊，多宝佛他的因地表示清净心菩提愿，他的果地表示清净法身。那么为什么见法身必须要把十方应身佛集合起来？他有表法的。啊，就是说所有的应身，诸位，应身是怎么来的？当然是一为无量嘛，所有的应化身都是从清净法身而发愿修六度才产生的应化身嘛。理论上哈，一个初地的法身，初地的法身，分身法身，它可以在100个世界示现八相成道，还有这个能力啊，至于能不能做到，那就看他的因缘，他的修正了啊。二地可以在1000个世界，三地可以在10000个世界，叫地地十倍增长。如果他是一个究竟的佛陀，他有能力在无量世界现身，啊，他有这个能力啊，是不是也能够显现？因为应身佛是诸法应身的，他看，诸位，佛陀只要跟众生互动的，他都不能做主的，跟众生有关系的，就是化他这一块，那要等待因缘；佛陀自受用这一块，那跟众生没关系，那就不是因缘所生法的，那常乐我净，啊，它是不可破坏的啊。佛陀，你给他吃马麦，啊，他还也是一样常乐我净，他不会受因缘破坏的，啊，因为他因地的时候，他就不是从因缘修起的嘛。所以为什么佛陀功德，你给他吃马麦，他是没有关系，他没差别的。这个马麦进入佛陀的嘴巴，入此人口成甘露味，因为他因地就不是从因缘上修起的，所以你因缘破坏不了他的啊，染净的因缘破坏不了他，他的自信功德自己会产生常乐我净，啊。那么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十方应身佛要显现法身，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无量为一。前面是一体起用，从一个法身显现无量的应化身，那么现在要显现这个宝塔的法身，就必须怎么样？把十方的应化身从中召集回来，啊，就是受用归体了，啊，这表法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既然要开塔，那就必须要把十方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的应身全部召回来。看根山要说请集，看经文。大乐说白佛言：世尊，我等意愿欲见世尊分身诸佛，礼拜供养。那么大要说白佛言：世尊，我等大众啊，也希望能够见到世尊的分身诸佛，礼拜供养。其实这个地方他是藕益大师说啊，他是不只是见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啊，其实他更重要是看多宝佛的法身，所以他有两层意思，同时看看十方应身诸佛是多么的庄严，啊，第一方面呢，看看多宝佛的法身是怎么回事，啊，的两层意思，啊。我们看根氏的放光眼招，那么佛陀是用什么方式把应身佛招回来呢？看经文。尔时佛放白毫一光，即见东方50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国土诸佛，彼诸国土皆以玻璃为地，宝树宝衣以为庄严，无数千万亿菩萨充满其中，遍张宝幔，宝网罗刹，彼国诸佛以大妙音而说诸法，即见无量千万亿菩萨遍满诸国为众说法，南西北方四维上下白毫相光所照之处亦复如是。尔时佛放白毫一光，啊，就是说这个应化身佛陀，啊，彼此间的沟通，啊，靠光明的，啊，不像我们凡夫靠这个微信啊 email，啊，佛陀之间的联系管道，啊，就是白毫光一放，啊，一放的时候呢，就显现的东方50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国土诸佛，这些诸佛都是谁呢？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应身佛，啊。那么
其实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只有娑婆世界是秽土，其他的国土都是净土啊。看看是怎么情况。这些国土呢，琉璃为地，清净透明的为大的琉璃为大地，宝树宝衣以为庄严啊。它有各式各样的宝树、宝衣，就是七宝所着的这些宝幔啊，就是从树上所垂下的宝幔。那这是指衣宝庄严。那么正报呢，无数千万亿菩萨充满其中啊，有三乘的弟子充满其中，在宝树上呢，遍张宝幔宝网罗刹。这个宝幔呢，就是长条形的叫宝幔啊。那么从宝树上从上而垂下来叫遍张宝幔。那么宝网呢，宝网就是这个珍宝这个珠子啊，它把它串成一串，就是宝网啊。那么这个宝网呢，就是挂在宝树上方啊。彼国诸佛以大妙音而说法啊，这个彼国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音声呢，他用广大的微妙的音声来说诸妙法啊，包括全法十法，即见无量千万亿大菩萨遍满诸国为众说法，菩萨也说法啊。前面是指东方，就是白毫光先照东方啊，后来佛陀次第啊，南西北方四方四维啊，包括四维就是东西南北的中间啊，包括东南方、东北方、西南方、西北方啊，就八方啊，包括上下就加起来十方啊。那么凡是白毫光所照之处啊，亦复如是，都是有啊五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国土诸佛世界来说法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应声我是很多很多啊，他可以如此论断的、啊。释迦牟尼佛他是究竟圆满的佛陀了啊。那么这一段的放光眼照十方分身呢、啊，我跟大师说有两层意思，这到底是什么两层意思？从四相的因缘来说啊，分身诸佛都是净土，就娑婆世界是秽土。那么为什么要把净土的佛招到秽土来呢？我维大师说啊，从因缘来说啊，净土说法华经难，净土说法华经容易啊，因为他痛苦的逼迫少啊，所以他可以直接修十法。那么秽土说法华经，修法华经难，这就是为什么多宝佛特别指的来在这个秽土示现，然后把这个十方的净土的佛照到娑婆世界。因为秽土说法华经难中之难啊，所以从四相应来说啊，把净土的佛照到这个娑婆世界，因为娑婆世界说法华经难啊，这是第一个啊，也四相应。第二个以理性来说啊，它表达的是一心真如的平等性，所谓的染净不二真妄同源的道理啊。从理性回归一念心性，其实净土秽土同是一念心所变现，从一念心的角度，从离相清净的角度是没有差别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有四跟理两种意思啊。好，我们看庚午的诸佛同来，看经文。尔时十方诸佛各告众菩萨言：善男子，我今因往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所，并供养多宝如来宝塔。那么这个时候，在十方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的应声诸佛啊，就得到的光明的消息以后啊，就告诉他的师众弟子说：善男子，我现在呢必须要到娑婆世界去了，来参加开打的法会，并且供养多宝如来啊。这些诸佛得到前面佛陀啊放光眼照以后啊，就开始产生反应了啊。我们看庚六的严净国土，严净国土这当中有三段新一的遍娑婆一界，看经文。使娑婆世界即遍清净，琉璃为地，宝树庄严，黄金为绳，以戒八道，无诸聚落、村营、城邑、大海、江河、山川、林叟，烧大宝香，曼陀罗花遍布其地，
以宝往外，罗覆其上，悬诸宝铃，委留此会众，移诸天人，置于他土。是时诸佛各将一大菩萨以为是者，至娑婆世界，各到宝树下，一一宝树高500由旬，枝叶花果，次第庄严。诸宝树下皆由狮子之作，高5由旬，亦一大宝而教示之。这个地方的经文有两段，第一个诸佛来集，第二个是树下安坐。我们解释一下哈。释迦牟尼佛要开塔有条件的，多宝佛说你必须把你们所有的十方的应身佛都召集回来，那么我这个塔才能打开的。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中道实相一定要理事无碍，从理观上染净不恶是对的，但是从事相上，你不能施法，不能妨碍全法嘛？什么叫全法？那是染净有差别嘛？你不能够说把清净国土的佛陀的正报的身，把它拉到充满污秽的娑婆世界的依报的国土，那这个一正二报是不对称的。佛陀现出功德庄严相，释迦牟尼佛是丈六比丘相，我们的国土是如此的污秽，那这样子从因缘的事项是不对称的，是不可以的，就理不能碍事啊。那怎么办呢？那必须佛陀要调整一下娑婆世界啊，就初遍国土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啊，看看经文就知道啊。十娑婆世界即便清净，释迦牟尼佛以神通力把娑婆世界这个秽土做了调整啊，先调整依报，琉璃为地，宝树庄严啊，先把我们充满泥巴石头的大地啊，把它变为大地，然后呢，地上出现各种的七宝的宝树庄严，然后以黄金作为道路的这个界标啊，来分出这个四方四维的道路的界标，然后呢，这个是转成清净。第二个，把污秽的地方空掉，空掉哪些呢？聚落就是人聚集的地方啊，小聚落，小的叫聚落，中的是村林，大的是城邑啊，还有这各种的大海、江河、山川、林守啊，这些都是只有秽土才有的啊。把它空掉污秽的依报国土，创造清净的国土啊，这是依报的改变。然后呢，烧大宝香曼陀罗花遍布其地，以宝网曼罗覆其上啊，这个宝树在空中烧大宝香，然后在宝树上呢垂下各种的宝网跟宝曼，而且呢宝树的四周衔珠宝铃啊。那么在增报当中呢，等于是把这些有漏的众生都请走了啊。当然众生不能空掉了，因为他是有心事有业力的，他移诸天人，只留下法华经的会众啊，这些有漏的天人把他移到他方国土去。那么这个时候都准备好了，就是把秽土变成清净了，这个时候十方的应身诸佛就来到了娑婆世界。他怎么来呢？每一个佛都带了一个侍者，带了一个法身菩萨做侍者啊，到娑婆世界。到哪里呢？我们前面说过，释迦牟尼佛把大地变现了以后，出现很多的宝树，每一个人就在一棵宝树下啊，就坐着啊。那么他有这个狮子座嘛，高500由旬，那么也是用七宝而装饰之啊。这个讲到诸佛来集，看第二段树下安坐，看经文。尔时诸佛各于此座皆迦福座，如是辗转遍满3000大千世界，而与释迦牟尼佛一方所分之身幽固未尽。那么十方诸佛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应身佛实在太多了啊，所以当这个国土变清净以后啊，就是东西南北四方四维的十方世界的佛来的时候啊，都坐在每一个人就坐一个宝树的这个狮子座上，结跏趺座。
那么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地方，但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娑婆世界不是把它变清净就了事啊，那地方太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呢？连一方，连东方都容纳不下，不要说十方了。好，所以初遍国土啊，藕益大师说遍秽为净，把污秽变成清净，这第一个 变化啊，就是你为了迎接十方的清净国土的应身佛，所以把这个国土变为清净，但是怎么样，数量太少不够用，所以二变开始产生量变，前面是质变，第二个产生量变。好，我们看第二段的变化，变八方世界。看经文，使释迦牟尼佛与容受所分身诸佛故，八方各更变二百万亿那由他国，皆令清净，无有地狱、恶鬼、畜生及阿修罗，又移诸天人至于他土，所化之国亦以琉璃为地，宝树庄严，树高五百由旬，枝叶花果次第严饰，树下皆有宝狮子座，高五由旬，种种珠宝以为庄教，亦无大海江河及木真林陀山、摩诃木真林陀山、铁围山、大铁围山、须弥山等诸山王，通为一佛国土，宝地平正，宝礁路幔遍覆其上，悬珠翻盖，烧大宝香，诸天宝花遍布其地。那么这段是讲到娑婆世界 的第二变，二变。这个二变呢，就是把八方世界啊，就上下不变，四方四维的世界呢，把它扩大，看它怎么扩大。尔时释迦牟尼佛亦容受其十方分身的诸佛故，所以呢，把娑婆世界的八方，它因为娑婆世界没有上下嘛，只有平面的啊，就是四方四维。然后呢，变现每一个方啊，各变现两百万亿那由他国啊，就是把每一方啊，把它变成两百万亿那由他国土这么大，那总共是八方，就把它乘以八就对了啊。那么而且呢，皆令清净啊，没有这些所谓的六道众生啊，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等。天人也离开，所以正报是不能空掉了。诸位，佛陀不能改变众生的业力啊，所以的这些六道众生，这种正报的有情众生要请走到十方国土去，他方国土去。那么依报可以改变，依报它跟业力它是没有心识的啊，所以把依报变成清净啊。清净以后呢，这个地方特别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山怎么处理啊？啊，我们看这个山啊，有木真林陀山，这个是石头山啊。摩木真林陀山叫大石头山，或者铁围山。铁围山是一个小世界以外的一重山啊。大铁围山是指一个大千世界以外的一重山，把它包起来啊，包的一个大千世界。须弥山是整个大千世界外面的一个包围的山啊，最高的山啊，还有其他的诸大山王。佛陀呢用神通力，他并没有把它空掉，把它怎么样通为一个佛陀，把它抹平，用神通抹平啊，使令这个宝地平整，也是一样，宝树当中啊也是充满了宝幔宝网，从宝树上垂下来啊，衔重重的翻盖，而且空中烧大宝香，诸天宝花遍布之地，啊，所以第一变是变秽为净，第二变呢，藕益大师说啊，转变自在，把它从清净变成大自在，啊，随心自在，啊，就是把国土变大。看第三变，三变国土啊，看经文，释迦牟尼佛为诸佛当来作故。赋予八方各更变二百万亿那由他国，皆令清净，无有地狱、恶鬼、畜生及阿修罗，又移诸天人至于他土，所化之国亦以琉璃为地，宝树庄严，树高五百由旬，枝叶花果次第庄严，树下皆有宝狮子座，高五由旬，
亦一大宝而教示之，亦无大海江河，即木真林陀山、摩诃木真林陀山、铁围山、大铁围山、须弥山等诸山王，通为一佛国土。宝地平正，宝礁路漫，遍覆其上，悬珠翻盖，烧大宝香，诸天宝花遍布其地。那么经过前面的恶变，把一方国土变成200万亿大妖他国土以后，还是不够，所以再变一次啊！释迦牟尼佛为了要满足十方世界的应身佛来娑婆世界共同的共襄盛举啊，开这个塔，再把这个八方呢再变200万亿，那等于是每一方变成400万亿大妖他国土啊。那么变了以后也是一样，把娑婆世界，他的佛陀处理这个娑婆世界的情况啊，他正报的处理跟异报不一样，正报的身心移走啊，把六道众生有漏的业力的众生移走啊，把法华经会上的人留下来，其他全部移走。那么异报国土直接空掉啊，把它变成庄严的国土啊，是这么情况啊。好，我们看第二段，诸佛来集。尔时，东方释迦牟尼佛所分之身10000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国土中诸佛各个说法来集于此。如是次第，十方诸佛皆悉来集，坐于八方。尔时，一方400万亿那由他国土诸佛如来遍满其中。那么尔时佛陀经过三遍以后啊，那么东方的释迦牟尼佛的分身，100000万亿那由他恒沙国土的诸佛各个说法来集一起，如是次第，包括十方世界都来，都坐在每一个都带一个侍者啊，都坐在每一棵树的这个狮子座上啊，就全部的遍满这个国土啊。那么这个时候娑婆世界已经不是当时的娑婆世界，已经是每一个方已经多出了400万亿那由他国土的诸佛如来遍满其中。那么这段经文等于三遍国土，我们看附表28啊，我们根据维大师的开示做一个附表做一个说明啊。那么国土的改变，它就不是完全理观的问题啊，它是牵涉到因缘所生法啊。那么因缘所生法，我们看凡夫是怎么回事，会创造这么多的高山啊、大河啊，这个六道众生呢？凡夫杂染国土的变现呢、啊，它的根本是无明妄想，有所得妄想，所以它也是三变啊。它的变化呢，最初是从出人变异手，我们产生的一正二报，第一个是业力，所以一个人会投胎啊，首先是有业力啊。第二个就是思量二变，就是执着，我们根据自己的业力产生的果报而产生执着啊。第三个，根据你的果报产生前六意识的妄想，它是次第是怎么样，由细而出，业力最为细，执着是第二，那么了尽的分别是第三，就形成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说，那么凡夫到底是怎么回事，凡夫是其实背后就三件事情，每一个人的凡夫，第一个业力，第二个执着，第三个妄想，所以你才会投胎的啊。我们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说先有业力呢？诸位，你不是先执着，也不是先打妄想，你先有果报。因为你如果变成男众跟变成女众，你的执着跟妄想不一样。所以妄想跟执着是什么样？唯识学上说啊，随所生所系，你变成什么果报，你就打什么妄想，做什么执着。比方说你要变成一只狗，你觉得狗会追求财宝吗？不可能嘛，狗它是追求食物嘛。但你变成人的时候，你的妄想执着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成就的果报，第一个是由业力决定的，就是你变成什么果报，再决定你会升起什么执着，再决定你有什么妄想。因为妄想是由执着来的。你看一个人，他执着财务的人，他整天就是打财务的妄想，其他妄想他不打，他对什么其他都没有兴趣的，
啊，有些人执着感情的人呢，他什么妄想都不打，就专打感情这一块。有些人喜欢博取好的名声，就专打这个，所以妄想跟着执着来，执着跟着业力来啊。所以娑婆世界的国土的也是三变，初变业力，二变执着，三变妄想啊。好，那改变怎么办呢？改变相反，我们不可能先改变业力啊，他是先改变妄想。我们流转的时候是由细到粗，改变的是由粗到细，先改变妄想。所以你看我们净土中啊，阿弥陀佛他不是他把你带到极乐世界，他不是改变业力啊，叫待业往生，强调正念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的一正二报，你不能先碰业力，这不是你该碰的。先碰什么？先碰颠倒妄想，学我空观，先调伏见思的妄想。当然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我执，所有的妄想都是因为你想主宰而来的啊，所以这个我执是所有的烦恼的根本啊。所以他第一个是先破见思，破见思呢等于是我们第一个说的啊，这个转慧为净啊。第二个破尘沙，二变，二变国土，前面是破我执，这边破法执啊，所以他成就转变自在，功德庄严啊。所以我们要处理的第一个是执着的问题啊，第三个才是处理业力的问题，破除无明，再把我空法空的智慧回归到一心真如，那就是普广无碍了啊。所以生命的出现啊，流转了、啊、是由业力到执着到妄想，生命的改变是相反，诸位相反啊。所以你诸位，我讲实在话，你不可能靠拜忏改变命运，不可能啊。你一开始就挑战最难的，你挑战业力，你要拜到什么时候啊？你一定先修理观，先调伏妄想啊。所以我们在操作上一定跟我们流转的缘起是相反的，先有业力，再有妄想，再有分别，再先有业力，再有执着，再有妄想。改变呢，先改变妄想，再改变执着，再改变业力啊。总而言之，就是诸法无性，尽随心转啊，把内心的妄想先改变，再改变执着，再改变内心的业力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好，这个地方讲到三变国土啊。好，我们回到讲义214面啊。那么三变国土以后呢，就准备开塔了，因为所有的应身佛都来到现场了，那所有的开塔的前方便都具足了。我们看庚期的仪义开塔，这地方有五段，先看第一段的诸佛说喻，看经文。是时诸佛各在宝树下坐狮子座，皆遣侍者问讯释迦牟尼佛，各即宝花满居而告之言：善男子，如往诣其舍绝山释迦牟尼佛所，如我次曰：少病少恼，气力安乐，及菩萨声闻众悉安闻否？以此宝花散佛供养而作誓言，彼某假佛与欲开此宝塔，诸佛前时亦复如是。那么事实这个时候呢，经过三变以后啊，这个十方的应身佛就坐了，坐在哪里？坐在宝树下的狮子座。那么就坐以后呢，每一个应身佛就派遣他所带来的使者啊，就各击宝花，这个击就是双手捧着天空所降下的宝花，满满的捧着在手上啊，那么就告诉这个佛陀，就告诉旁边的侍者说：你应该要往这个灵鹫山去啊、去问候释迦牟尼佛。怎么问候呢？你就这么说啊：释迦牟尼佛，你老人家少病少恼，气力安乐啊，及菩萨声闻众悉安闻否？啊，就是色身少病，内心少恼，那么身心安乐。第二个，众生是不是能够安稳等等啊？那么并依此宝花散佛供养，散在佛陀的身上来作为供养啊。
并且作如是言，彼摩迦佛以一开始宝塔，诸佛前世亦不如是。这个地方的说义等于是，这个是我们佛教里面的这个结摩法，就表示佛陀同意，就十方诸佛都同意随顺于清净法身，就是表示同意的意思。好，我们看新二的释迦佛正式开导，看经文。尔时，释迦牟尼佛见所分身佛悉已来集，个个坐于狮子之座，皆闻诸佛欲欲同开宝塔，即从坐起，住虚空中，一切四众起立合掌，一心观佛。于是释迦牟尼佛以右指开七宝塔部，出大音声，如雀观月，开大乘门。那么这个地方就正式开导了。尔时释迦牟尼佛见十方应身佛都已经来到娑婆世界了，那么而且个个都坐在这个宝树的狮子座上，而且都表达自己的意义，赞同开导的意见。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他说法的时候是坐的嘛，从座位站起来，而且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住在虚空中。他本来是坐在这个法座上，站起来以后都飞到虚空上。那么这个时候所有的法华会上就起立合掌，那么因为开始心中期待的佛陀能够开塔，那么一心于是释迦牟尼佛呢以右指开七宝塔护，佛陀呢到了空中以后，因为 宝塔是从地涌出，住在空中嘛，所以他飞到空中去，那么用右手打开七宝塔的大门，这个时候出广大微妙的音声，这种音声呢就好像如雀观耀，就好像打开一个很大的钥匙，然后正式打开城门。这个地方的表法是说要见法身，不能在地上见，地上只有度化众生，就是你今天释迦牟尼佛是为了随顺众生所以住在地上，那么清净法身一定是离相的，所以法身必须要在离相的清净中见，所以释迦牟尼佛要开塔只能够从地上飞到空中开塔，是这么一个情况。到这里藕益大师说是一个界限指标了，多宝佛，多宝佛塔，它代表两重意思，它同时是因，它同时也是一佛乘的果。那么它的界限在哪里呢？就是开塔跟不开塔，所以从这段经文前面表示因地，就是证明前面的三宗说法里面的一佛乘的因地，那么开塔以后就是正式起后了，开启后面的从地涌出品的开启显本了，所以这个多宝佛等于是一方面见证三宗说法，一方面请佛陀开显后面的这个开启显本。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儿，就是在开塔前后的这个中间点先休息一下。好，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